家好，我是 Google 的 Recruiter Amanda。 为了协助即将参与 Google Coding 技术面试的工程师们，我们安排一场模拟面试，让你更深入了解 Google 在 Coding 面试中的重点流程、互动方式，以及在 Google 程式设计的面试中应留意的重点说明。我们知道准备技术面试的过程充满挑战，尤其 Coding 题目的范围可能非常广泛且开放，所以希望这部影片能为你提供清晰的指引。Embedded System Coding 主要专注于软体与硬体如何紧密互动的实作。这类问题通常要求 Candidate 编写实际可执行的程式码，并考虑其效率、可靠性和与硬体特性相关的限制。Interviewer 希望看到 Candidate 的思考过程如何演练，以及如何最佳化解决方案。在正式进入模拟面试的环节之前，我先为各位重点提示 Coding 面试的流程与评估要素。为了帮助你从本次练习中获得最大收获，我们鼓励你记下任何你认为对准备过程有帮助的策略。你也可以在 Google Careers 找到更多关于面试流程的资讯。相信这些提示对每位 candidate 都相当受用。这些重点也是 interviewer 评估你是否能成为 Google 工程师的评估指标。请注意，这个例子并非你将会被问到的实际问题。然而，它代表我们喜欢向 candidate 提出的问题类型。这类问题能让你提出假设，最佳化你的解决方案，来向我们展现你的思考方式。接下来，我将为各位概述 Google Coding 面试流程。步骤包括 clarify、assume、describe your solution、implement 以及 iterate。clarify， 首先是厘清，在面试过程中，题目通常不会被定义完整。这需要你主动提问，深入挖掘细节，以厘清问题的核心。这个步骤的本质是一个你与 interviewer 互动的过程。透过提问，你将能找到问题的重心，界定解决方案的范围，并发现任何潜在的 edge case。例如，你可能需要厘清允许的资料形态和输入的边界条件。比如说，输入的是一个整数的阵列，或者是浮点数阵列。那如果是整数的话，这个整数的范围是0到100，还是负100到负1000？还有这个阵列的长度，最长可能会到多长？甚至有没有可能是0？接着也需要厘清期望的输出格式是什么。例如，若要在一个阵列中找到某个元素，那我们要回传的是 index 还是它的值？以及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应该要回传什么？ Interviewer 有时会刻意让问题保持一定程度的模糊，这正是为了观察你主动思考并厘清问题的能力。 Assume 第二步是假设，明确地向 interviewer 表达你的假设相当重要。透过具体的范例来确认彼此的认知，例如我可不可以使用标准函式库里面 sort 的 API 而不用自己写。这么做的好处是，在实际开始实作之前，你与 interviewer 对于即将开发的解决方案能有共同的认知，这将有效避免在写程式的过程中发现你的方向与 interviewer 的预期有所偏离。这个假设的步骤是为了建立双方在相同基础上进行后续开发的共识。 Describe your solution， 接着是描述你的解决方案。在正式开始实作之前，务必与 interviewer 沟通，并确保他同意你的解决方案。若你一开始没有办法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也可以从最直观、最简单的方式开始着手。优先处理一个单纯的案例，不需要急着在第一时间就处理所有复杂的情况。即使你的第一版本可能有小错误或遗漏，这些都是可以在后续的 iterate 过程中最佳化的。面试过程中，面试官可能会引导你改善你的解决方案，也可能会询问你解决方案的时间复杂度 time complexity 和空间复杂度 space complexity。目标是让你的程式码能够正确执行，并产出预期的结果。Implement， 第四步是实作。在这个阶段，你的目标是根据先前讨论的结果，写出可执行的程式码。在实作阶段，可读性 readability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清晰的变数定义可以提高程式码的可读性。良好的程式习惯不仅对 interviewer 阅读你的程式码很重要，也反映了你未来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如果你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最佳的演算法解法，你应该优先完成一个能正确执行并产出结果的版本。
在写程式码时，你也应思考如何处理各种 edge case 或是 corner case， 这能展现你思考的全面性。最后是 iterate， 在你完成解决方案的第一个版本后， interviewer 通常会要求你进一步改进现有方案，并提出一系列的后续问题。最佳化的方向通常会围绕着程式码的时间复杂度 time complexity 和空间复杂度 space complexity。你将思考如何选择或调整资料结构，因为这将直接影响程式码的效率。此外，你还需要讨论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权衡取舍，例如为了降低时间复杂度，是否可以接受增加一些空间复杂度。 Interviewer 提出的后续问题通常会增加题目的复杂度，例如从处理单一资料转换为处理大量资料集，或是从单一情境扩展到多个变数或多个输入的场景。这个阶段是评估你对演算法优化的深度与广度的关键环节。即使有多种解决方案，我们也期望你能清晰地阐述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在整个面试过程中，我们非常鼓励你保持好奇心，保有成长性思维，并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互动。有时很难判断你的解决方案和解释是否已达到足够的深度，因此我们鼓励你随时向 interviewer 确认，看看他们是否对你的方案有任何额外的问题。请选择你最熟悉的程式语言来进行面试，因为你对程式语言的熟练程度和掌握度也会被考量。使用标准函式库 STL 或现成的 API 通常是允许的，但你需要与 interviewer 确认。如果该 API 的核心功能正是题目想要考量的重点，Interviewer 可能会请你解释其底层逻辑，所以你需要对其运作原理有所理解。最重要的核心原则是透过不断的沟通，确保你与 Interviewer 的理解一致。透过接下来的模拟面试，你能更具体地感受到这些原则如何在实际情境中应用。进入到模拟面试环节前，再次提醒，模拟面试中所使用的问题仅供示范用途。面试过程中期望符合以下原则：积极沟通，鼓励 candidate 在开始编写程式码之前提问并澄清需求，这有助于避免误解并确保实作符合预期。逐步解决问题，面试通常不是给一个答案即结束，而是逐步推进的，从一个基本可行的解决方案开始，然后根据 interviewer 的提示或 candidate 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达到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考虑边界条件和异常， Candidate 需要考虑各种情况，例如状态转换、杂讯以及错误处理，包含极端或边缘情况。解释技术选择， Candidate 需要解释其设计和程式码选择的理由，展示对原理和设计的理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Hello， 大家好，我是 Google Software Engineer Bronson， 我今天会扮演 Interviewer。大家好，我是 Google Software Engineer Michelle， 今天会扮演 Candidate 应征者的角色。那我们就开始面试咯。好，今天是一个 Embedded System Coding 的题目，我们需要为嵌入式系统实作一个按钮，然后你要把 Debug 的机制考虑进来。那这个实体的按钮呢，它是透过GPIO来控制的，所以我们要去侦测这个按钮被按下以及释放的这些状态。那一个有效的按钮被按下呢，它代表的是这个按钮它被按下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 OK， 这样才会生效。那同理，如果这个按钮它被释放，那它维持这个状态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才是一个有效的释放。所以当这个按钮有效反应的时候呢，你需要呼叫 button callback 的 function，然后来向 client 的回报他的一些状态。请问只有一个按钮吗？还是我需要处理多个按钮？我们可以先假设只有一个按钮，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们要处理它的 debug， 所以你对 debug 的理解是什么？我想它应该是指按钮的连接点在被按压或是放开的时候呢，电流会短暂的多次连接或断开，这会让一次单独的按压看起来像是一连快速的按压。有关序号的杂讯，它只有在按钮被按压的时候发生，还是说当它是静止稳定的状态的时候也会发生呢？这类的杂讯通常是会在被按压到释放的期间发生的，
所以如果这个按钮它没有被触碰的话，我们可以先假设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那这个按钮是否专用于 debugging， 还是说会和使用相同 GPIO 的其他功能共享？这个按钮它是一个单独的 GPIO， 所以它不会跟其他人共用。 OK， 有关按钮的有效持续时间是可以设定的吗？可以，我们可以先设定它的 threshold 是 50ms。 题目通常要求你主动提问，以厘清问题的核心。这个步骤是一个你与 interviewer 互动的过程。透过提问，你将能找到问题的核心，界定解决方案的范围，并发现任何潜在的案例。OK， 好的。所以假设初始状态是 up， 如果讯号按下10毫秒后又弹起，它就不算有效的操作，我就不应该呼叫 button callback。但如果按下弹起，最后又持续按下50毫秒的话，那我就需要呼叫 button callback， 并且回传 status down， 这样对吗？没错。OK， 这个 GPIO 可以触发 interrupt 吗？能不能触发 interrupt 对你在实作上会有哪一些区别吗？如果它不能触发 interrupt， 那我就需要进行 pulling， 譬如每隔几毫秒去检查一次按钮的状态。如果按钮大部分时间都是静止的话，这样子效率会比较差。但如果它可以触发 interrupt， 我就可以只在按钮被触发的时候来处理 event。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可以触发 interrupt 的方式来实作。OK， 好的。那表示我可以在讯号改变的时候获得 event 通知。对了，我可以使用 hover timer 吗？好，你可以使用 hover timer 来处理按钮计时的部分。OK， 谢谢。提出自己的想法，明确的向 interviewer 表达你的假设，确保你与 interviewer 的理解相同。这将有效避免在写程式的过程中，发现你的方向与 interviewer 的预期偏离。OK， 这是我的想法。首先，我会设定 RRQ 在上升或下降的时候会被触发。当 RRQ 被触发的时候，譬如讯号下降的时候，我会设定一个50毫秒的 timer。如果在时间内有另外一个 RRQ 被触发，譬如讯号上升的话，我会取消前一个 timer， 并且重新设定一个新的 timer。如果最后 timer 触发了 timeout， 代表这50毫秒之内没有状态改变，那我就可以确认 button 的状态了。让我再检查一下。如果目前的状态是 up， 然后讯号下降， RRQ 被触发，那我会设定一个50毫秒的 timer。假设10毫秒之后讯号上升了，我会取消上一个 timer， 并重新设定 timer。经过50毫秒之后， timer 会 trigger timeout， 这时候我会呼叫 button callback， 并且回传 state 是 up。在这个情况下，你觉得按钮的状态是什么？其实按钮的状态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不应该呼叫 button callback。我想我还需要检查新的状态和当前的状态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的话，我就不需要重新设定 timer， 甚至只要直接取消 timer 就可以了。OK， 那可以请你再描述一下更新之后的 state machine 会怎么样来处理这所有的流程吗？ OK， 这是我的 solution。假设 RRQ 被触发了，而且状态和当前的状态不一样，则重新设定一个50毫秒的 timer。如果 RRQ 被触发，状态且一样，那我就取消 timer。另外，如果 timer 触发了 timeout， 则更新当前的状态，并且呼叫 button callback。在正式开始实作之前，务必与 interviewer 沟通，确保他同意你的解决方案。最关键的目标是让你的程式码能够正确执行，并产出预期的结果。在撰写程式码时，也应当思考如何处理 edge case 或 corner case， 展现你思虑的周全性。OK， 那就请你开始实作吧。我比较熟悉 Linux， 我可以假设它是一个 Linux driver 吗？可以，没问题，就以你熟悉的方式来实作。OK， 首先我想为 button 先 create 一个 structure。这个 structure 里面包含了 GPIO， 还有相对应的 RRQ number。当状态有改变的时候，它会触发 interrupt， 就不需要做 pulling 的动作。另外还有一个 state 变数，它会储存 button 目前的状态，比如0代表 release， 1代表按下。这是经过 debug 确认后的状态，可以用来比较新旧的状态，让我们确认是不是真正的有效状态。另外 callback function 的部分则是当按钮状态改变的时候会被呼叫。
这边我用 function point 的方式来实作，让整个程式码更容易扩充。最后是 hover timer 的部分，这是一个 timer， 当状态改变的时候 timer 会启动，如果持续一段时间都保持不变的话，它会 trigger timeout，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确认新的状态。那你这边使用 struct 来建构这个 button 是有考虑到哪一些因素呢？OK， 使用 structure 可以把 button 相关的 information 都封装起来，这会让整个程式码看起来更干净，而且可读性更高。如果未来我们需要处理多个 button 的话，也可以更容易做调整。首先是 debounce init， 主要针对 GPIO 还有 RQ 做初始化的设定，在按钮状态改变的时候会被呼叫。不过我不太记得 hover timer 还有 RQ 确切的 API。我先假设它可以这样使用，这样可以吗 ？OK， 我这边主要是看你 coding 的逻辑，那 API 的方式就依照你这边提的去使用。好，谢谢。那 button handler 是 ISR，每次 GPIO 侦测到按钮变化的时候会被呼叫。每次触发的时候，我会先取消当前的 timer， 确保重新计算。另外也会重新从 GPIO 读取新的状态，看是否和上次的状态不一样。如果状态不一样，则会重新设定 timer， 并且持续时间设定为 50ms。另外 timer handler 则是 timer 在 trigger timeout 的时候会被呼叫，这只会在按钮状态稳定后发生。这边会再次确认 button 的状态，如果新旧状态一样的话，则直接 return， 不进行任何动作。但如果状态不一样，代表它是有效的状态改换，这时候要更新 state， 并且呼叫 button callback。最后是 exit function，主要是来 disable IRQ， 还有清除 GPIO 的设定，同时也 reset timer。另外也会 free 掉 button 来避免 leak 的状况。在实作的过程，可以同时理顺一下自己的逻辑，并尝试去 debug， 并发现问题。我注意到这边可能有个问题。Timer handler 会在 interrupt context 中被呼叫，而且它会去呼叫 button callback。如果 button callback 做了 interrupt context 不允许的事情 ，like sleep 的话，这样可能会有问题。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好的，我想我必须用一个 thread 来呼叫 button callback。在 Linux 里面，我可以使用 work queue 来做到这一点。让我更新一下我的 code。实际上 Linux work queue 支援 delay work， 所以我甚至可以拿它来取代我的 timer handler， 让整个程式码更简单。如果你在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最佳的演算法解法，请务必完成一个能正确执行并输出结果的程式码版本。 Interviewer 提出的后续问题通常会增加题目的复杂度，或是针对你选择的程式码提出疑问。这个阶段是评估你对演算法优化的深度与广度的关键环节。优化的方向通常会围绕着程式码的时间复杂度 time complexity 和空间复杂度 space complexity。 你将需要思考如何选择或调整资料结构，因为这将直接影响程式码的效率。 OK， 完成了。我同时也注意到我可能需要一个 lock 来保护 state，因为 button handler 和 state confirm 这两个 function 可能同时会被执行。好，我看到你这边有使用 spin lock IRQ save 跟 IRQ restore， 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吗？首先，因为 button handler 是在 interrupt context 中进行，所以我不能使用像 mutex 这样会 sleep 的 lock， 我需要使用 spin lock。而 IRQ save 和 IRQ restore 则是防止按钮在 interrupt context 内又发生 interrupt， 将会导致 deadlock。此时 interviewer 可能会透过你的回答判断你对于 embedded system 的理解深度。OK， 那这样的实作对于我们要应用到 multithread 的系统上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结束吧。以上就是 Google Coding 面试流程。最后分享给 candidate 的提醒：解释你的想法，尽可能厘清问题，尝试优化你的答案，记得提前练习。祝大家面试顺利！